三年啦，喺屋企日日煮飯，嗯，即係日日又有新界，係啊。咁而家我諗下，都係自己放鬆下自己啦嚇。咁，嗯，就第一我去美國咧，有兩件事嘅，嗯，因為我四代同堂噶啦，嗯，而家個女又喺七月咧又生女啦，咁，哦，我一定要去去睇下佢啊嘛，係咪，嗯？我自己啲親人嚟嘅。咁第二咧，我嗰度有個演出嘅，咁我就巡迴演出啦。演完出咧，咁啊真係同我個另一半啦，遊世界啦。哦，因為環遊新界就三年啦，咁而家要環遊世界啦，好唔捨得啊，好唔捨得啲朋友啊，真係大家相處咗幾十年啦，你知嘛？個個朋友都係幾十年嘅，你諗下，我都十九十啦，你知唔知啊？咁啊，有好多咧，即係冇見咗幾十年嗰啲同學都打到嚟，唔捨得我。啲小學同學都揾佢啊，佢咪話。我一直都冇見過佢哋嘅小學，你知啦，我都唔記得咗小學嗰陣時啲嘢。咁佢哋都好掛住我，咁我都好唔捨得佢哋嘅。嗯。咁所以咧，我喺八月尾咧就話 farewell party， 大家見下面啊，大家食下飯啊，傾下偈。